可以。啊，电池变黏哦，就很紧，很不好走哦。我试试看哦。这样不会痛哦。弯下身来检查长者不舒服的脚。慈济东区仁医会暌违一年，再次来到玉里镇松浦部落，关心民众的健康。我说我的膝盖也痛，他帮我针灸，还没有什么痛了。现在很像有比较好一点，比较轻。除了关节酸痛等状况，由于部落大部分都是年纪大的长者，慢性病的问题在这里也很普遍。高血压啊，高血脂啊，然后呢，呼吸性疾病哦，那这些都是平常他都有在服药，或者他根本就独居，所以药呢不是乱吃就是没吃。有针灸过吗？这次义诊有加医科、内科、中医科，医师们对症下药，解决民众困扰许久的问题。护理师与药师也细心叮咛长者们该如何正确服药，就怕一个疏忽造成反效果。我们会用他看得懂的方式来跟他做卫教。那如果说真的听不太清楚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直接拿出来，就是一颗，就是给他看一颗。慈济大学人本医疗社的孩子也加入服务的行列，温暖了长者们的心。很感谢啊，他们过来这边哈，都是那一样的。单选知识美志工张文玉、钟武成、涂华光、华联报道。